米茶。挑战那个日本御守哦，好，我等一下来换。哎呦，白痴啊！干嘛突然来砍我啊？吓我一跳。没有鸡。不是，我在找发电机啊。你找不到鸡啊。这里，哎，这里修完了，白痴。楼上都没有鸡了吗？反正我还是乖乖来楼下修好了。我哪有在演？我也想赶快找到鸡啊，重点是找不到啊。他是不是要挂着啊？对。我还卡住，完了，滴不出来。是，想要守那边的鸡，那边守我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在这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可能没有踹欸。对啊，连了，连机了。真的刚找不到哈，我刚每一间不是都看过了吗？逛了两圈吧，两圈而已吧。还有一台不知道在哪里耶，应该不过感觉应该是连了，因为它一直在楼下。